今天我倒推荐一对我自己的金花种鸽啊，品质很高级啊，家族很高级，那个身体条件也很高级啊。先欣赏雄鸽啊，这雄鸽呢，它先介绍黄号，雄鸽的黄号为2023-06-111-5991啊，3个1-5991。这只鸽先介绍它的父亲啊。他的父亲是安德卫普戈尔亚军之子，啊，这是胡本老先生的一个收官之作啊。飞完了这只鸽子，就是飞完了他父亲的爸爸啊，胡本老先生就是收官了，没有了啊。所以这是安德卫普最后一个戈尔亚军的一只下来的孩子。这只鸽个体非常好，他妈妈更厉害啊。他妈妈本身是鸽王的工棚鸽王的双冠鸽王冠军啊，2015年的他妈是他爸，他爸是2016年的啊，他妈是纯虎本啊，是什么做下来的呢？是匹诺曹啊，虎本匹诺曹这一撇的，配上花花公子啊的侄子配侄女出来的孩子，是这么做下来的，而且进血鸽在工棚直接就飞那个。双冠鸽王冠军了啊，这只鸽子呢，品相啊，结合了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的综合啊，这鸽子是雄鸽，而且呢前脑发达，后脑也发达，这只鸽子啊，而且这只鸽在那个云贵川飞得也非常好，在东北飞得也非常好，可能跟他家族有关系，而且它的羽毛呢属于油脂性的羽毛啊，抗潮、抗湿、抗雾、抗潮，我得抗眼睛，全圈的宽眼质啊。面纱稀少，底纱泛黄啊。我给你推荐的这个雌鸽啊，也非常厉害啊。这雌鸽呢，也是金环啊。主管号为2023-06啊，111-5981啊，5981。这只鸽呢和那雄鸽呢，它俩是属于自然配对的啊，它俩属于自然配对。这只鸽呢，它是博鸽一号的孙代鸽，还有2根条没脱完啊。个体啊，非常的好。先介绍他妈妈，他妈妈本身就是凯尔公棚的一个归巢鸽啊，是凯尔村旁的一个归巢鸽。他的妈妈啊，他的爸爸啊，是我引进咱们葫芦岛名家王良啊，大家可能都知道王良老师他家的一个丹尼斯混血鸽是这么做育的啊。王良老师这2年在神州辉煌，在凯尔，在大阳光，在大小棚。高位飞了很多，而且呢，他们家这一路鸽子玩了18年啊，所以这个鸽呢质量是非常高的啊。这只鸽的个体也是非常好的啊，它也是一只黄眼深黄眼的鸽子，而且这只鸽里呢上代里有这个翰林院胡刚老师的虎本啊，他妈妈这撇鸽子呢在大棚啊，在凯尔春棚飞得非常好，在阜新阳光啊，对阜新阳光的这个2022年，我们决赛的16名、44名啊，都属于跟他是平辈的啊。这只鸽的个体非常好啊，而且能显示出咱家博鸽一号的这个黄金配对这一撇里的这个断鼻啊。因为这鸽子呢，它这鼻子前面它是有一层黑的，而且我们家可能飞很多高位的鸽子，不管是雨点瓦灰，尤其是飞凯尔的奖鸽，大家可以看啊，这个鼻子啊，它都是前面黑的。有的人说是断鼻，但是这路鸽在我家延续的非常非常的好啊。我给你看看眼睛，深黄眼啊，这眼睛发暗，那个眼睛发亮啊，这一满纱，那个是不满的纱啊，所以配一起正好的。这对鸽子我拿出来啊，绝对就是这么配对也挺合理，而且他们俩也是自然结合的啊。喜欢的别错过啊，因为必须他的父亲的家族和那个雄鸽的家族啊。都是出过很多赛季的家族啊，而且这些鸽在我们家都开家呢，身形骨架各方面都不错啊，过年可以直接用，可以打咱东北赛线，也可以打山区赛线，因为他们这个平辈儿或者下代的下代，在这个云贵川在东北都试验了很多代啊。今天的视频结束了，跟大家说一声拜拜。